我们呢，去那边看什么呢？就是看那个你的拍摄地，就是全之前跟机修贤那边在那边抠锁匙了，然后拍照。那你们也是有情人的话，有夫妻嘞这样子呢？你们也是可以去抠锁匙了。你们带来了吗？没有啊。买了。没有也可以的啊，反正拍照也可以。我的。每一年，反正换男朋友的时候，每次去挂也是看不到啊。<笑>哦，反正找不到的。哦、<笑>我过去找也是找不到。现在这个男朋友呢，也是没有挂了，没有挂。我说他每一个男朋友，还有下次去那边南山塔去挂锁匙啊。 我说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等上去的那个时间，然后大约是15分钟。不过呢，从刚刚开始，然后从金浦机场开始到这里来呢，好像有是30分钟应该要来哦。我看刚刚看的那个很多导游们也是在讲啊，领队们也在讲啊，在现在首尔啊，也不是上班时间，也不是下班时间，然后所有的车子都跑出来了，所以呢，应该交通非常的复杂。 等一下，我们上山了之后呢，有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要停下来了。那个再上去呢，我们要人走路上去啊，人走路上去。但我们的团体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车子是不多的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在那个停车场。
怪啊，那嘛。车子停的话呢，我们阿弟啊，